真真哥，梅梅呢？梅梅生了孩子之后啊，感受怎样？没有抢救过来。要孩子要怎么要？我要的是梅梅。失亲之痛，不哭了啊。矛盾误会，他们的爱情面临考验。我真的很想永远保护你，可看到你和春生拥抱在一起，我才知道，也许我永远都没有机会拥有你。他勇敢追爱，最终重获新生。我们结婚吧。敬请期待《方圆矩阵真爱天涯》精编版第九集。只要你需要我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如果他真的卖了，我们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我们真的没有什么钱再给阿福。你真的把眼镜厂给买了？张有德人真的不错，你让你梅梅姐帮你参谋参谋。我昨天不是给了你50万吗？50万？咱们说好的可是100万。你把房子卖了，你为什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？我这不是想帮你吗？欣欣，你这手指怎么了啊？我下午还要做产检，你没什么事，你先回去吧。自打他们结婚以后，我就没看见欣欣笑我，他哪也不许去！我要跟你离婚！离婚后的张欣情绪一直不好，舅妈和舅舅决定带着他来养鸡场调整情绪。我知道他在想些什么，所以到你家里住几天。放心吧，舅舅，有我在呢啊！又来了，欣欣，衣服真的给你收拾好了，梅梅。都怪你！来，欣欣，慢点啊，小心抬车。妹妹，你也慢点啊！哎，辛苦了啊！没有没有。来，姑妈，哎，大胆抬腿啊！快进来吧。哎，妈，你看，欣欣他们来了。哎，姑妈。小心！哎，姑妈，过来。慢点，慢点啊，慢点。哎哎，好。小江，你不知道，欣欣回家以后，
星星我就托付给你了。你们回来！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，还是一家人。行了，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，咱们还是一家人啊。刚才福妈都说了，她今天指挥我们打下手，做几个好吃的菜，咱们一家人在一起乐呵乐呵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咱进屋说啊。行行行，来进来，行行。你今天怎么把富妈说动的？我从来没见过她发那么大的火。摆事实讲道理呗。是，虽然她这个人之前做人不是很地道，但是这次咱就说啊，不是人家把张欣离婚分的那些钱拿到养鸡场来，你说咱不得急死吗？也是，不过我现在啊，就是担心欣欣。慢慢来啊。你说他现在不想要孩子，我应该怎么劝劝他呀？这事儿你还真别劝人家，你也没法劝啊，就让他自己去做决定。哎，这事儿总算告一段落了，你也好好休息一下，也别替我去收拾什么房子了啊。我要不去的话，你那儿就成狗窝了。狗窝就狗窝，那不去就不去，你以为我想去啊？我是怕你受累吗？那个，我忘了和驸马们叫呢。明天你过来的时候，帮我带床被子过来。饭我做好了啊，我就是过来送点东西。小江，你那这不赶紧出去？你哎，小江，听我跟你解释。你解释什么呀？我都看见了。佩佩找我有事儿。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他非要住在你家，还穿着浴袍，你们都干什么了？佩佩她真有事儿，她跟她老公吵架了啊，她就在这住了一晚上。春生哥在坐牢，你一个人带孩子行吗？孩子生下来你怎么向他交代？
我没想那么多，这个孩子是我的，他爸爸犯的错跟他没关系。我曾经失去过一个孩子，你没事吧？你是不是腰伤了呀？哎，来人呐！快点，来人呐！喂，小佳，你快回来！梅梅姐腰伤了，你快点！梅梅姐伤了，我马上过去。你不会有事的啊！坚持住，梅梅姐，梅梅姐，梅梅姐，你别吓我，梅梅姐，梅梅姐不会有事的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不会。小佳，梅梅怎么样？梅梅姐不会有事的，她一定不会出事的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啊。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。小佳。我和刘佩佩之间，不是像你想的那样，真的不是像你看到的那样。他过来也就是帮我解决一些经济上的问题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你让我见一见行不行？我去看看梅梅。从医生的口中，我才得知。在生产过程中，梅梅姐肝功能衰竭，在生命危急时，为了给春生、给富妈留下一个希望，梅梅姐仍然选择了保住孩子，自己却永远留在了手术台上。我只让富妈请了春生哥，其他人跟我没关系。小佳，留下来吧。这样吧，我呢先给你一个月的试用期，如果觉得行的话，咱们再说以后的事儿。在那边好好照顾自己啊。受了什么委屈就给张有德打电话。知道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对小佳不好的，我饶不了你。他敢。等会儿，我接个电话啊。最近干的蛮有劲儿的嘛。嗯。你好，你好，王警官。现在养鸡场都交给他来处理的，孩子太小了，我和富妈都没有时间去操心。小佳。嗯。上次的事情，张有德跟你解释清楚没？都过去了，佩佩姐。哎呦，是吗？谢谢你啊，王警官啊。你也是，你们一定要幸福。好消息来了啊！知不知道谁来电话？监狱来的电话。春生在里面表现特别好啊，要提前释放。真的？太好了！哎，那他说我们什么时候去接他吗？看你急的，先把佩佩送走啊。对，先送佩佩姐。妈怎么样了？身体好吗？好，都挺好的。那就好。梅梅呢？梅梅姐，我都精神了啊，壮实了。来，戴上。
谢谢。行，上车。啊，回家吧啊。梅梅怎么没来啊？快上车，家里人都等着你呢。养鸡场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我说你上车，富妈他们都等着呢。这想什么呢？家里人都挺好的，就等着你了。现在，这会儿啊，富妈估计都等急了。咱先回家啊，来，来。喂，别急啊，快到了。我说这一路上打了多少个电话了啊？哎呀，这一家人在家里还不知道做多少好吃的等着你，看看变没有？已经到门口了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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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风大。来了，来了。儿子，妈，儿子，你回来了，快，快看看你的儿子。他知道今天爸爸要回来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快看看，妈，梅梅呢？你们怎么了？怎么都不说话呢？梅梅去哪儿了？梅梅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个音乐，把他们找上来！春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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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子一个人怎么就没了？春生哥，当时孩子还不足以，梅梅姐的身体已经不适合再继续怀孕了，梅梅姐只是让孩子多怀几个月而已。你为什么不拦着他？你们这么多人看一个人就看不中，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啊！听说，梅梅她是自愿的，她这么要求的。他一个病人，他有什么权利要求？你们要孩子干什么？要孩子又他妈什么用？我要的是妹妹，我要的是妹妹，妹妹啊！春生，啊，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是她丈夫，你们凭什么做决定？啊！我要我的妹妹，别给我，春生，妹妹给我。妹妹，
笑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哦，这两天我去机场看了看，我觉得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，通风设备和排水系统都可以升级了。我觉得在两个月之内我可以完成这个事情。对，养鸡场规模太小，可以扩建。如果扩建的话，一定会动用现代化的设备，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行，何老师，那行，那我去忙这个事儿。哎，春生，后天啊是平民百天啊，我觉得咱还是办一下，是吧？驸马，人家都说了，那家里边好长时间都没这么热闹过，你觉得？这什么呀？这个，我老家，啊，有山有水，是吧？人家现在都开发成旅游风景区了，啊，这段时间去啊？这时候去哪行啊？春生哥现在不跟我们说话，每天把自己关起来，平平现在又那么小，家里离不开人，现在去不行。今天春生啊，还来找我来着。找你？啊，他想把这个机场就扩建一下，他现在在研究这个通风排水系统。但是我跟他说了，现在不适合做这个事儿。这好事儿啊，让他做啊！我们本来也是要扩建养鸡场的，这事就让他做啊，让他做啊。哎，咱们休假的事儿。哎呀，平平尿不湿忘了给他买了，赶紧上楼买。哎，都几点了，你还不回去？啊，快回去休息了啊。睡。那个，明天有空没有？明天，明天富妈让我理一份菜单出来。后天平民过百天，要请舅舅他们一家过来吃饭，肯定没时间，要买菜呢。哦，好了啊，宝宝。睡觉觉，睡觉觉。今天要看看我的手艺啊！哎，我的手艺。在那儿安一个通风设备，咱们这个新的机房和以前那些老的机房里边的设备全部换新的，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增加鸡的数量，而且还能够保证质量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这也不是我的想法，是我从梅梅电脑里边看见的。他这个人呢，永远都有很多想法，都不愿意去实现。春生哥，今天平平过百天呢，家里人都来了，要不然你去吃吧，我得走了。哎，春生哥，我约人看设备。哎，春生哥，都等着你吃饭呢，吃了再走。去弄什么养鸡场的设备，他懂吗？是行家，哎，他研究过市场没有啊？
可是川城哥现在心里头难受，他是不是应该找点事情来做，分散一下注意力？是，他是应该找事儿做，但是不应该漫无目的的、没有目标的乱做事儿吧。今天平平白天，他一当爹的，他都不回来。你根本就无法理解失去亲人的感受。是什么叫亲人啊？平平是不是他亲人？他父妈是不是他亲人？照他这样，以后日子怎么过呀？赵小德，你这么说对春生哥太不公平了。小佳，我是心疼你。啊，你累不累？你把这么多的事情都放在你一个人的肩上，你一个人扛吗？那除了我还能有谁扛？你说。咱不说这个啊。哎，上次我给你说那个地方怎么样？什么地方？就我老家呀。我要去了平平怎么办？让舅妈先过来帮几天忙。舅妈去了仙境怎么办？我就说了嘛，先找个保姆嘛。喂，春生哥，你很晚才回来吃饭啊？那行，我这会儿把饭给你热着，给你留着饭呢。这还剩那么多呢，我不吃了。春生哥，你今天不在，驸马可有点不高兴了。其实养鸡场的事儿，你不用这么着急的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做的不好？不是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春生哥，你看我们今天啊，给平平拍了好多照片呢。这小家伙啊，现在越来越可爱了，你看。你看他这样子，你看。哦，春生哥，你看，这是张有德的老家。他说啊，过两天带我过去玩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压力大，你就跟我们一起去，就当散散心、解解压。那好吧。那你就忙吧，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了就行。我不同意。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不同意啊？现在养鸡场它不适合扩建，更不适合引进这些新的设备。我的计划书你看了吗？我看了，这上面有很详细的实施细则。咱们说的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啊！你的计划我也看了，我也考虑过了啊！就算你要上马，是不是咱们得做进一步的调查吧？这最基本的吧。我都联系好施工单位了。你跟我商量了吗？没跟我商量，你私自做的决定，对不对？我不能同意。春生啊，你呀，现在应该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家里，啊，不是养鸡场。都在呢，我们正好讨论一下，到底什么时候去你那玩。哎，春生，哎，你拿把伞呢？这怎么了？我没有同意他的计划。你为什么不同意啊？他做了那么久。他那叫计划吗？啊，他那就是心血来潮。养鸡场要像他这么搞，几个月不就垮了？他想法很好啊，我们之前不是一直在讨论吗？我们什么时候讨论过？我和梅梅姐讨论过。你们讨论？你们讨论的时候，那养鸡场都要卖了，啊，那叫讨论的什么呀？那叫白日做梦呢，叫。张有德，养鸡场不是你的私人财产，你没有权利做决定。陈小佳，我告诉你啊，正因为养鸡场是梅梅的心血，所以我才不能让富春热湖来，明白吗？我不明白。你看你，你还老说让我请保姆，我觉着应该请保姆的人是你才对。今天富妈还问你为什么没留在家里吃饭来着。哎呀，你还生气呢？你别生气了，我太急了，我错了，好不好？
我知道川生哥的事儿是有点急，但是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啊，他可以帮养鸡场做点事儿，总比成天在家里胡思乱想好，对不对？小江，做事儿归做事儿，但是你不能你。有些感情你根本就无法理解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的心情只有我能理解。当时我爸爸去世的时候，我不也是成天只知道埋头做事吗？小佳，我告诉你啊，傅春生的心情我很理解。这几天还在测试呢。哦，哎，张老板呢？他好久都没来吃饭了。啊，小佳，你别因为家里的事情耽搁了你自己的事儿。我有什么事？你跟张有德的事儿啊？小佳，小佳，不好了，新买的设备出问题了，你快过去看一下。啊，驸马，你在家等我。来，听我说，听我说啊！老刘，哎，把那鸡转移出去，快点装盒子里啊！消毒啊，消毒啊！快！先把鸡拿出来，关了啊！这屋子谁负责？这怎么回事？鸡舍通风不对，鸡舍里太湿了，早上来的时候就死了很多的鸡，喷水也漏了，而且温度也达不到标准。打电话让他们来修啊！我跟他说了，不打了。这帮人只知道收钱，别人都不管。他们不管，我们怎么办？王老师。张老板啊，这种喷水系统设计很不合理，我听说是孙生那小子搞的，你怎么不劝劝他呢？那小子没搞过这上面的事，那不是明摆着亏钱吗？行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老朱啊，今天辛苦你了啊，辛苦，没事，明天可能还麻烦你一天了。好，辛苦啊。还郁闷呢，看你没吃饭，把这个吃了吧。我说啥没用。谁说的？谁刚开始做就能把什么事都做好？好了，不哭了啊，没事儿，都过去了。哎，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啊，我把我爸的收音机摔坏了，倒是抱着秃子就过去。明明要是看到了，肯定会骂我的。那梅梅姐还说过呢，她最喜欢做医生时候的样子了，特别。
帅。我已经当不了医生。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啊？我就应该听张有德的。你别提他了，就因为这事儿，我今天还跟他吵了一架。妹妹几次来都跟我说起你们俩的事儿。小佳，你为这个家付出的已经够多了。张有德是个好人，我不想拖累你。好啦，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知道怎么做，倒是你，我可得说说你了。说那么久了，平平你连抱都没抱过，你知不知道傅妈看着你那样子，心里有多难受？我不知道怎么做父亲，也不知道怎么做儿子。还是那句话，没有谁天生就能什么事儿都会做。慢慢来，总会好的。不许哭了。赵德，你今天一天都干嘛去了？找不到你啊！哎，我跟你说个好事儿啊，春春哥终于接生孩子了，我就想着吧，安排一场旅行，带着孩子还有富妈，我们一起去。我看现在孩子最缺的，应该是一个妈妈。啊？什么？爸爸回来了，不是还少一个妈妈？算了吧，我看春春哥心里头啊，也装不下别人了。是，他肯定装不下别人，但是他心里能装下你。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不清楚，你给我讲明白。好，以前你跟春生是因为梅梅没有走到一起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现在什么阻碍都没有了，你们可以名正言顺的走到一起了，是不是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，张有德？我宁愿相信我是在胡说八道。我要是昨天没有看见你跟春生抱在一起的话，我也觉得我是在胡说八道。哎，我的乖孙子，春春哥，你以后要经常过来抱抱他，陪他说说话。乖，小佳，晚上你把张老板叫过来吃饭吧，我跟他好好聊聊。他没上班吗？我去办公室里边找过他，东西都收走，说是要出差。出差？哎，我怎么没听他说过？赵有德，听春春哥说你今天没上班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赵有德，赵有德，小佳，当我看到你难过的时候，我就会心疼。你高兴，我也就跟着高兴。你说你离过两次婚了，我也离过婚，所以我很清楚你在害怕什么。我真的很想永远保护你，可看到你和春生拥抱在一起，我才知道。也许我永远都没有机会拥有你。这枚戒指本来是我要向你求婚的时候用的，可现在算了，还是把它留下来，也算是送给你的一个礼物。祝你幸福，张有德。没有消息。他那天拿着戒指跟我说要求婚了。你想跟他结婚吗？春生哥，我一想到他一个人
不会做饭，又不会收拾，我就心里头就想帮他。可是我现在我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。小佳，我知道张伟德去哪儿了。你看，这他朋友圈里发的照片，你觉得这房子眼熟吗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共同经历的才是真正。我是陈霞，站在我面前的是即将成为我丈夫的人。都说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，碰巧他也喜欢你。如果你要问我爱是什么，爱是在我了解了生命的真实与残忍之后，依然勇敢地坚持与守候。